甚至让它比较稳定，就像它其实已经添加在里面了，我手做过程中都没添加，所以不等于无添加。其实我对这个什么手工天然是完全不会迷信的，真的、哦，我脑波非常强。我都觉得你如果卖的东西标榜天然，我们一定买。我们标榜敦实才会卖啊。对，其实我不会在意这个，因为我知道手工天然就特别的贵。但是坦白讲，就像刚刚洪医师讲的，有些东西是必要之二。像我如果要买香肠，我一定要买有这个添加亚硝酸盐，因为我怕这个那个肉毒杆菌更严重嘛。但是呢，我不会买这个在菜市场挂的，然后就说，哎，我这个手工香肠，为什么？因为我们政府有规定，每公斤只能0.07克的这个亚硝酸盐。那我觉得我们的手不可能抓出这么微量的亚硝酸盐。所以我会买大厂有标示它添加了什么。那我觉得像很多人就说他不吃这个超商的面包，因为太多的食品添加剂。但是我买面包，我一定会买这个标示非常完整的这个面包，让我知道我吃了什么。就像刚刚素馨姐讲的，像面粉的话，我只能尽量去挑选，但是我不可能保证。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造型，那面粉我要添加一些颜色进去，那当然最好的就是可能用紫地瓜或是新鲜的地瓜泥加进去之类，或是南瓜。那有时候为了就是真的没有时间，然后就会去找一些食材。那比如说这个是紫薯粉，哦，紫薯粉，那我就会去找他写说通过 SGS 合格认证，然后无人工色素，无防腐剂。那它的成分就紫心地瓜，就干燥成分。那像这个的话，这个就是黄色地瓜。那有我家还有一些南瓜粉，就是这种，它我想应该是天然的吧，政府认证的。对，有政府认证，那它的成分也就只有一样。价钱会差到多少？价钱，您说食材吗？对。食材哦，我差到三倍，两到三倍，所以都是差三倍，对啊，所以三倍是一个明确的指标，然后还有两倍就有问题，所以以后是妈妈的那个就变成四个 keyword， 天然有机维他命 C 差三倍，然后天然的颜色会褪，就是它会比较淡，它比较柔和。那如果你是加色膏、色素那种不天然的东西，颜色很鲜艳，你看得出来，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它天然食材加进去不会亮。它是很柔和淡淡，像有一些我们在外面吃的，为什么？像我女儿常常会讲说，为什么妈妈你做的面包压下去都不会像外面的面包有弹性？对，外面那一种好像是加了很多那种像蓬松剂的，它可以把它发到面包很发。那自己做的你就会发现，你从揉面到发酵，有些甚至要那个老面团嘛，你还要放到冰箱冰一晚，到第二天再把那个面团拿出来，再跟新的面团柔和，再来发酵。我每次做一个面包，我会做上一整天呢。哇！所以你想想看，那种有些可能是那种大量做出来，它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去大量做那么大。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买手工的，或是品牌大一点的？你就会觉得这种手工天然的面包，因为像我们自己会做的人，就会发现手工天然的它真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它有时候贵一点，当然也是比较安心。而且有时候你一压那个面包。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知道这个面包它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其实很明显。其实哦，酵母菌都是天然的啦，没有说这个酵母菌是人工的，或者是那个这个是非天然，其实它都是天然的。可是有些不是说会养它的，它就是单一菌种。对，那但是哦，这个商业酵母就是它是单一菌种，其实它是一种特种部队，它可以让这些面包呢，它就是让这些面包可以发得很快很好的，它是特种部队。那你自己养的酵母其实是一种很多的菌在一起，然后呢，所以它的发酵时间就要久，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作战力，对，所以呢，酵母菌不能说它是天然或非天然，但是呢，其实养菌还是要小心，因为呢，有可能养到一些杂菌哈，那因为你的成分这些常常就是有一些是混乱的，那我曾经遇到有病人他自己养这些酵母菌，然后他做了面包，吃了嘴巴就是肿了。所以肿了就肿了，他就不相信，对，他不相信，他再自己再做一次，他就又是这样子。对，自己养的酵母跟我们商用酵母之间，他们的差别在于什么？差别在于风味，不是安全。对，所以他们两个吃起来安全度，有时候反而商用酵母，因为它很稳定的产品，它是安全的。自培养酵母反而有时候你中间有污染，反而它安全度不一定稳定。可是两个差别起来呢，这个是有风味的，有深度的，你可以值得慢慢层次对。但这个就是你假爸刚刚 CP 值很高，很好吃，很快，然后又不用很贵，也安全。哦，所以其实我们误会了。对。
自己养，对啊，连自己养的小孩都会变化了，变化了。哇，你讲的，你讲的好有道理哦，真的好有道理。哇塞！我都不让我的小孩吃糖果，以前糖果啊、巧克力那些东西我都不让他碰。然后他如果想吃甜的东西的时候，我只会给他吃水果。然后我在美国有个朋友，他是营养师，他后来就介绍我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他就说他们家里的小朋友只能吃用纯天然果汁做的棒棒糖。天然果汁，天然果汁做的棒棒糖，它上面就写说是天然的啦，然后有机啊，就是一些基本大家会中标的都在上面。天然香料，没有添加人工色素，然后也没有花生，也没有树脂，而且适合这个适合这个素食者哈。哦，它是酸酸的，对啊，酸呢。有些不天然的，它外面根本看不到内容物啊，它是用很鲜艳的包装纸去包起来啊。哎，它酸，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很好。哎，它很酸的，很酸的，它超酸的，要太甜都 OK 吧？哇，哦，好天然哦，太酸。白素晶，如果是你用你专业的这个超级的这个眼睛，你会买它吗？这一包啊，还真的就是。它展现了所有会吸引妈妈的东西。对，第一个这些商用字语啊，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标写。可是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妈妈就特想买。对，比如说刚才说没有黄豆，你请问棒棒糖为什么要黄豆？对。还有刚刚那个无麸质，对，无麸质，你知道麸质通常在哪里？在那个麦啊、面包啊。然后或者是说蚕豆正适用，它里头也是黄豆。第四个合理的，没有高果糖糖浆，这个大家可能要有。对，第五个没有动物性的产品。好，这个他认为没什么来吸引你。可是你看哦，他就觉得说这是天然的嘛，你感觉是不是应该是天然果汁榨汁之后就做成这个棒棒糖？对，那好可怜。天然果汁的浓度够吗？够高吗？所以你一看就会发现，哎呦，它里面的成分很妙。它就比如说，它的果汁是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它的胡萝卜汁是来自于什么呢？浓缩品，就是弄浓缩品。就那浓缩你要不要定义成天然？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他说很奇妙啊，他这个上面有芒果，我嘴巴芒果果汁呢。哎呀，我想问那芒果果汁哪里来？后来一看到后面啊，漂亮了，因为它有什么呢？它有叫做天然香料所以可能是香料，再加上它有什么？它有没有颜色？它有，比如说它这个有姜黄素，有一些天然的色素，加上一些天然的香料，再加上一天然的浓缩的果汁的还原，再加上天然的糖的那个组合的这支天然的棒棒糖。我发现不能随便跟素晶姐做朋友，真的。可是你真的讲得很有道理耶，是不是？而且我真的把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讲的所有关键字都进来了，对不对？天然、有机、还有维他命 C， 百分之贵几倍？三倍有的。3倍我都中，我都中。而且你这个还特别要去带回来，对不对？特别去买，我每一次有朋友来，我都还要还给我吗？我这样我都不想带回去给小孩。对，可是还不懂。可是我听说至少没有那么甜，因为老师说吃第一个人就哎呦好酸。对啊，至少没那么甜，就觉得酸橘好安心哦。对啦，就这样子，这样有好过一点吗？有好，那还是带回家好了。天然的话呢，我是比较在保健品上面，因为我儿子他很常生病嘛。那我听医生讲说，你吃维他命 D 可以那个提高抵抗力，所以我就特别去找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D。 那我还特地去药局，我就把所有的维他命 D 这样摆成一排，因为我觉得我很会挑选嘛，我这样细细研究之后，我就选了那个最贵的。我觉得他没有研究，他用研究全部都选对了。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挑选嘛，所以细细检查之后，我就选了最贵的。所以觉得因为妈妈其实就觉得说，你最贵，那它的用料一定是最好的嘛，那一定是因为它是反映在成本上面啊。那我就当然就选这一瓶。那上面就写说它的成分就是天然的橄榄油，然后跟天然那个羊毛汁就加在一起的。那药局的人是说这样子吃起来小朋友比较好吸收啦。对啊，全台湾省哈用钙片最多的是哪一科的医师你知道？肾脏科医师。你们一定很厉害，我一个病人哈至少一天都给到6颗的钙片。对，因为他们的肾脏坏掉之后他们不会排磷，
所以他们一天要吃到，他们要跟食物一边吃食物一边吃钙片去排掉磷、那我的那我们的 医院的那个钙都叫碳酸钙啊什么、那个都是一个合成的一些钙片、那我的病人每次说，哎，洪医师，你给我的钙片为什么要用这么便宜的合成的？人家我女儿买给我的都是那种来自于天然自己做的牡蛎钙，或什么合成的钙，对，什么那种钙质非常好，你为什么不用那种比较钙？它还有维他命 B 三啊、美锌、铜、锰啊什么那些，那个这当然我会非常，这个就是我困扰之处，我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因为很多合成的那些那叫做外面卖的，它加了很多的东西，可能有一些矿物质，肾脏病不好是不能吃的哈。那我把它整理，其实天然的钙片，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天然的钙片如果来自于牡蛎，如果那个牡蛎的来源，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氯牡蛎事件？对，它是一个重金属污染，如果它是膜，那你是不是你的钙片会有一些重金属？所以天然的真的是会比较比较省事哈。我把它整理几个一点哈，第一个，它很多天然东西不加一些防腐剂，很容易有一个保存期限比较短的问题，那你又很容易吃到一些过期变质的保健食品，这个要特别小心哦。那当然除了保存期限的问题，我们讲说天然的东西事实上它还要经过萃取啦，我们讲在萃取过程当中它还是要用一些化学的方式去萃取它，那这些残留的东西它也跟你讲它是来自成分是天然的，可是萃取过程当中还是加了很多化学成分进去会残留的，所以这个叫，那另外就我刚刚讲来源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纯净，我们讲说那个那些钙片的来自动物的骨头，来那个动物的骨头有没有接触到一些重金属，来自于牡蛎，好，这些都要考虑的。那每日摄取的不管是天然或什么，我举例好了，含铁的东西在动物的铁跟植物的铁，事实上我们的吸收率都不一样啊，所以即使是天然的东西它的吸收率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讲说不管是天然或合成，你还是要遵照它原始制造商它建议的那个剂量跟那个才是一个最正确，不是管什么一味说哎我今天吸收率好它就是一个好的东西，是不见得是。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哦。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哦。